不好意思了，周末还让你来幼儿园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干妈在整理东西。好，时机差不多了。现在吗？对，你就跟他说让他去操场，可千万别说是我找他啊。干妈，怎么啦，晨晨？你去跳操场吧。去操场？去操场干嘛呀？是萱萱怎么了吗？是吧。你在这儿等我，赶忙去找他。是这个意思吧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礼花筒都准备好了。等他一出来，我就放音乐。气球拱门都 OK 了。来了来了，榜哥，萱萱，立新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帮我找一下萱萱，她好像出事了。不是，萱萱，萱萱，萱萱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弄错了弄错了，浪漫音乐，接来。萱萱他们没事，是我让他们叫你来操场的，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有什么话让他们回去说啊？这太多人了，我太尴尬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？什么时候？就在幼儿园门口，你骑着机车摘下头盔的那一刻，我就陷进去了。你在巷子里救我的时候，潇洒帅气，说实话你这人缺点挺多的，脾气又差，但你又那么的懂我，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看穿我的孤独，还给我煮那么好吃的粥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说的是，从今往后你只需要在阳光底下做一个孩子就好，我来帮你挡风遮雨。说什么？立新，怎么了？我们结婚了。好去啊，对不起啊。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吃甜食吗？心里苦，吃点这个吊吊面。老弟，十五点了，你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。我的确没见过你这样。
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真的。我用尽全力为他付出了，我是真心实意想和他结婚。可是当他把戒指还给我的时候，他眼中看到的人不是我。你要是不放下过去的伤痛，你怎么能够重新去接受爱呢？是我又害怕，当时那一瞬间，之前的那些回忆全部都涌进来了，我只想赶紧逃离那个地方。其实爱情也没有那么复杂，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过去的一切都可以翻篇。也就是说，他，喂。可是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，你以前也跟我说过很多遍了。我总是怕自己受伤，从来没考虑过他的感受。这些话不应该是跟我说的，打个电话给他吧。挂了。嗯。后悔吗？嗯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把你喜欢的男人追回来呗。